者肖雨涵台北报道，周小涵、曹燕豪主演《狮子王》强大卓播出完结篇，两人昨晚也到导演家中一起观看大结局。今一起为药妆店担任一日店长时，周小涵自曝认为两人剧中的吻戏太保守。他说，钟瑶跟小乐的吻戏很热情，嘴巴还打开的。周小涵近期看了钟瑶跟小乐在三粒子的时代中的吻戏直呼厉害，他惋惜地说自己和曹燕豪太保守，不过曹燕豪则是认为两人如果毛起来亲也不太适合剧中角色。现场两人聊起拍戏时的趣事，周小涵自曝曾在第一场戏时扮演病人，他舒适地躺在病床上，而曹燕豪则在一旁悲伤的演戏。没想到不久就听到周小涵睡入发出的打呼声，让曹燕豪超傻眼。洗刷清后，曹燕豪将投入新的电影拍摄，而周小涵忙着为代言内衣拍行路，不过却因忙过头忘了吃饭，买来的生鸡蛋便当一饱就放了4-5个小时，也因为太饿一股脑地渴完，隔天一早就急性肠胃炎到医院看病。周小涵不仅痛到跪在医院地上，更遇上不善打针的护士，他无奈地说，针头就在我手里面转。周小涵克服化生鸡蛋便当踩了急性肠胃炎。记者王文林社，周小涵组完戏在狮子王强大中和曹燕豪吻戏太保守。记者王文林社，周小涵又曹燕豪一日店长开幕活动。记者王文林社。